على الأمل.真冒险呢、啊、主上武艺高强，又何须你去救他？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那刺客不仅想要杀了主上，还想杀了我，倒不如将计就计，挡在主上前面。幸好只是外伤，没伤及内脏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只是这刺客是何来路，居然如此丧心病狂，连大王都要出去。如果不彻底解决，只怕后患无穷。太祖系三支，仁皇王一系是我，太宗一系是主上。想同时除掉我们两个人的，你觉得还会有谁？李胡。